来，带你们烧两圈。来，上车。这把几碰？一碰碰什么？潜水员，嘿嘿，好玩呢。来喽，水很深。你还是很有潜力。来，哥带你们烧两圈。跟。到底玩啥？干，真的太白痴了啦！哎、欸，不是，哎、欸，刚刚那把欧姆如果是换在之前那个版本，我一定前三哎、欸。哎、欸，不是，我他妈到六星，我是满血的，我他妈然后哦，哎、欸，什么都没有，都不能抓，棒棒棒棒棒，然后血一直喷就直接死去了。干他妈是什么小啊？那我前面要干嘛？那我前面那不如大家开局就直接你开局直接把大家八个人都六星就好了，六星开始抓，看谁抓得快。干我好好的在那边闻血量，我好不容易闻到六星 ，OK， 可不可以操作 ？Little， 什么都没有，没关系，没有猫咪，照玩秀的龙，老子今天来跟你靠赛，不要被我抓到那个三一那家，三一，舒服，金币怪物洗烂你们的脸。没有，这一定要冰的、哦，不是我们这把只有这个战吼能抓而已啊！做得很好，继续威胁他们。现在能抓派对元素不升等吗？可以啊，扣分而已啊，有什么不行？我获得了几个新的手下，你挑选。你这样玩跟天空队长差在哪里？差在我是秀斗龙啊，他是天空队长。下一回如果再进一张资本的话，进一张资本，进一张三一，这把我拿下。七升三，八升四，九升五，然后斗斗龙啊，斗斗龙。烧两圈，身体天气，然后等看可不可以水滴，或者这个臭队是最好，这个臭队最舒服、啊。来，哥们，晚点带你们烧两圈。不要保留实力。哦哟，扣十二滴的话赚翻哦，扣十二滴游戏结束了。有办法只扣十二滴吗？啊，不行。撞掉这个的话可以，鬼撞。没了。我获得了几个新的手下。嗨，各位好捷宝，听到我的声音，你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没错 ，Server Shark VPN 来啦！
在台湾要玩跨服游戏总是慢人一步吗？想第一时间追剧总是追不到吗？每次想上车但是都上不到吗？不用担心，因为我来啦 ！CyberShark VPN 来啦 ！CyberShark VPN 就是 VPN 界的天之骄子，可以将你的网络 IP 搬到不同国家的位置。除了解锁原本受区域限制的娱乐平台内容，也能游玩其他地区伺服器的游戏。有量提供 IP 和 DNS 防外泄保护和严格坚持无日志原则，使用 CyberShark 你就是网络世界的水行侠，滑到哪爽到哪。重点是适用于所有平台的应用程式，不管是桌机电脑、苹果电脑、手机、电视、PS 还是 Xbox 都畅通无阻。使用我的优惠码 RGR9527， 现在就给我下单 RGR9527， 马上就给你17折的优惠，再加三个月的免费试用期。哦，我的天，好肩膀们，赶快下载购买起来，用了就知道多过瘾。不会给小小吧，哥们？我就给你一个金币吧。不金巨云再碰，我怕碰不到。死亡只是暂时的不便。还是应该要拿鬼母的、啊，是不是太贪了、啊？干死的话，应该是我太贪了。我想说拿巨灵洗钱的、欸。你就继续躲啊，没关系，老子他妈就刷到你出来，那这样继续躲啊，没关系啊，老子他妈刷到你皮破我来，继续躲啊。就继续躲啦，看你等躲去哪里啊，来啊，继续躲啊。
继续躲，继续躲，都不要被我抓到。来，最好没有，不要给我。对，不要给我。来，不要给我。那个手下可以光荣毕业。不要给我。不要给我！你啊，随便乱讲，都不要给啊！操鸡掰的！自己慢慢玩啊，不爽玩的啦。OK， 几碰九碰，舒服，好不好玩？这游戏好不好玩？为什么九碰碰不到？但这游戏到底怎么了？欸，有没有人能跟我讲一下这游戏到底怎么了啦？像你这种，就是 iPhone 开卖第一天，你开卖两天后才去排队问说怎么买不到？没错，像你这种就是不会看气氛的时候出来靠杯，那就是进水蛇监狱，然后问为什么我会被 ban。Good night.